可以了。我的天哪，这吃的盆光碗光，其实好吃不好吃，采访你啊，老爷做的饭好吃不好吃？好吃啊。这吃第几碗了？第二碗吗？第一碗。这么大一碗？你吃了三碗了。啊不对，我来吃了三碗，他吃。这老爷一来做饭，我的天，四菜一汤吗？我吃了还行。今天上班第三天了，这俩孩天天给姥爷家蹭饭。晒黑了。晒黑了吗？我、嗯、不会吧。嗯、天天干的。你是第二天上班。第三天我已经上三天了。穿了呀，我穿了个防晒衣。上班第一天，第一天那天我回来吃饭了，第二天我说不吃，然后买的东西吃。第三天说不吃，我又买了鸭脖啃。这会儿我看嘛了，我这不吃不吃，我想吃点黄瓜。哎呀。我想吃点黄瓜。一盆吃完了，这一大盆。他兄妹俩。别吃了，你今天晚上不能浪费。这盆吃完了吗？我来吃点菜，不能浪费是吧，亲？你再吃一碗。给你妈妈吃。啊，我吃。妈妈，好，我走。应该给你妈妈吃。我吃了，吃了长胖。别吃了呗。给我吧。不是，你真的吃的够多了。你再吃最后一口。最后一口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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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还有个你尿白喝了，这是我吃完吧，你爸吃了他不脏，难不吃他都脏，气死了，那肚子脏大概跟大胃差不多。上了三天，明天又休息，你看人家上一个星期再休一天，我上三天了还休了，还有我在给你吗？给我，你那舒服，你俩都去了。你俩不要俺妈，俺妈年纪太大了。我去当清洁工可以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回家。还可怜俺妈的瓜子儿。谁当兵上来了？吵到一顿。不拿了，不拿了，你吃吧。俺妈给他嗑瓜子儿。吃吧，俺回家不吃了。